很多北方的朋友啊，他不知道这个天麻是什么东西。我跟大家打个比喻啊，北有人参，南有天麻。天麻是个好东西啊，营养价值非常高。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带你来挖天麻，待会儿我们挖回去炖乌鸡吃。好，那我多挖一点。快挖哈。咦，这里面很多哎，它都。哇哦，那么多。这么大。那个还大了哈。这么大一个。哇，这么大。好了，我们够了，走了。再挖一点嘛。够吃了这些。走了。走了，回去炖鸡吃了。先把这个天麻给切了。我已经拿来了。放好。先把天麻切成片。再把这个乌鸡给宰了，开始烧火焯水了，下葱姜料酒，哎，擦好了这个，先盛起来，下点姜片，先炒一下，炒一下了之后炖来更香。掺水，放点红枣，放天麻和鸡一起炖，放点盐，盖上锅盖。好香啊！也可以了，下枸杞，尝一下我今天做的。好香啊！非常的香。哇，嗯，来个嚼嚼。你吃尝一下，是天麻好吃还是这个鸡爪好吃？嗯，这味道好好吃啊。这个天麻更好吃。嗯，嗯，太香了。来口汤。哇，你看这个汤色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嗯，香不香？这汤真的很好喝，太香了。像那个北方的那些呀，沿海的那些朋友都喜欢喝这种汤。多喝汤，哇，嗯，太好喝了。嗯，我还是觉得这个天麻炖在这里面好吃。我喜欢多炖一会儿，像这种软软的哈。嗯，北方的朋友们，你们现在知道天麻可以怎么做来吃了吧？你们也可以弄来尝试一下哦。真的非常的香。哎呀，太安逸了，这个汤都要喝几碗。